今天呢，咱们来吃各种火龙果的食物。第一个呢是火龙果的盒子蛋糕。第二个呢是火龙果的毛巾卷儿，这个看着粉粉的，中间是火龙果夹心儿。这个是火龙果串儿，我这个是冻上的，这个冻火龙果吃的特别像那种冻柿子的口感。最后一个呢是火龙果汁儿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还想好吃什么告诉我吧。